为着协助台南民宿业者建立家己的品牌价值，台南市政府办理一百十年台南优质民宿认证甲提升整体竞争力辅导计划，召集了专家学者进行评测，总共有高达120间民宿业者通过优质民宿认证。台南市政府为提示青斑金鸡，感谢台南旅宿业者对质量提升所做的努力。台南市政府日前举办台南优质民宿认证提升整体竞争力辅导计划颁证仪式。由市长韦德亲自颁证金旗，肯定民宿业者的用心经营。优良的民宿就是一定要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能成长这么多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最好的业者，第二个我们政府也会努力全力来配合，包括中央协助我们简化程序，包括我们地方打简化程序成立了民宿之后，我们能够让大家成为优质民宿啊，因为定了很好的标准，因此。我们大家共同努力，那打造这块金字招牌，也希望大家一起来珍惜。因此，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好的风格民宿，跟大家一起来共享。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郭正惠表示，这次透过办理四梯次的民宿认证培训辅导课程，以及外县市观摩参访交流的活动，服务者对当中得到启发，提升经营附加价值。以及创造特色的品牌。明年度我们也会跟两个工协会来合作，继续来把旅馆跟民宿业者的量能继续开出来，然后把国外的旅客，把我们国内的旅客服务好，继续把品质做优化跟深化。台南市政府期盼透过这次的计划，决选出的优质民宿，将优先推荐予旅客作为住宿的选择。台南市政府也会持续甲业者共同合作。共同打造上佳优先的观光旅游的城市。记者陈嘉欣，北区采访报道。